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带大家今天去青岛自驾游一下，然后满足当时在整个小小文微博里边跟大家承诺的，说要拍一个这样自驾游的东西，所以说今天准备呢自己开车，对，然后去青岛转一圈，找一些比较好玩的地方，给大家感受一下青岛。所以说我们就走了。不是这个车，看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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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这个司机啊开车之前要涂点护手霜，护手霜啊，以保证自己的手部非常的润滑。新手上路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东西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就是在开车之前要先扎好安全带，安全带扎住，整理自己的仪容仪表。我发现很帅，哇塞，这个时候这个斜口风啊，斜口风。回哈，看一下斜口罩，斜口罩，这就行了，这就行了。第一站，然后去一个咖啡馆，在一个海边的咖啡馆，然后去那边感受一下青岛的雨后。怎么把导航放上面啊？啥呀？右转，进入。啊，我知道右转。这就有了，这是什么投屏啊？啊，蓝牙呀，蓝牙呀！您要去哪里？枫林渡口咖啡馆。请再说一遍。枫林渡口咖啡馆。取消。魔哥，是不是没有微分啊？微分，连微分，连微分。可是我不会连微分啊！哦，这里 W 轮。11 minutes later。约等十米后，在红绿灯路口右转，请走最右侧车道。只是让自我悲伤，只有我加油。你还是爱着我。即将在红绿灯路口右转。右转，右转。你可以帮我贴上一首歌吗？刻在我心底。对，可以。出事儿了，我得回去一趟。这车比较大，不是那么好开。哎呀，好烦。Moments later。还可以，这个车技。哎呀，回去拿了牙套终于舒服了，牙套还是好好戴的。走喽。道路第一，哎，怎么说？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。慢行哈，我觉得如果有一辆车，偶尔周六周天自己出来开车，逛一逛，看看海，挺舒服。前方2.4公里，很解压。这个灯拍照，是之前一直没有这个条件，现在有了。我们当时每天都来这个，就是只要我们在营里面出活动的话，基本都能看到它，因为都是往这边走，出来都会看到它。就坐营里的大巴的时候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，谨记。莫红绿灯后，请右转。莫红绿灯后，立即在下个红绿灯靠左行驶。靠左行驶。到我了，到我了，到我了。前方1.3公里内有多个闯红灯拍照。沿当前继续行驶1.5公里，前方1.3公里内有多个违法拍照。上去啊！哇！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，所有车道均可通行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，建议走左侧两车道。想
红绿灯后，在下个红绿灯向右前方行驶，前方连续分岔，先向右前方行驶，然后向左前方行驶。哇，好，这个路好难走。前方路口向左前方行驶。小山路。说一下，我们马上要到目的地。现在没有心情说。OK， 成功会车。哇塞，好好看，真的好看。好，我们现在第一站咖啡馆已经到了，然后这个咖啡馆应该就是前面，在这个海边。到达枫林渡口咖啡酒馆附近。听到声音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咖啡店了。但是这个咖啡店它一直有点图文不符，就是进来以后发现就挺好的哈，挺好是挺好的，就有点小，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。但是如果不进来买点什么，就感觉好像是亏了。我们就准备进来。就是喝杯咖啡，拍两张就小四的照片，就先撤离了。水泥慕斯，我的水泥，水泥蛋糕，还没吃呢。哇，好吃，好吃。好吃，所以说这个店是不是很大，但是好吃。放上，站着。那个老板看见我怎么比了他们吃，然后心满意足的走。它的前味是有点苦涩，但它的中调呢，就是像。像青春一样，让我感到了一丝非常春气盎扬的感觉。但它的后调呢，随之又变得有一丝青涩。所以说，这一杯抹茶拿铁，像我们的青春，敬我们的青春。胡扯之王哈，也是胡扯之王。非常非常的遗憾，我们刚才出来以后，发现雨已经下起来了。所以说我们下一站本来想去小麦岛看夕阳，但是感觉可能阴着天也没有夕阳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去看一下，看一看雨后的小麦岛。宣布结束了，因为那边没有一个停车的地方，如果说要停车的话就要停在这边，然后走过去，走过去15分钟，然后还下雨，我们还没伞，所以没有办法了，就只能是宣布失败，改天有机会再打车去玩吧。所以说以后能不开车就不开车，真的是。自己出来开车逛一逛，现在还挺舒服的。我们先找个地方吃个饭啊，然后吃海鲜。请的去喝啤酒，哎，喝啤酒吃咖了。OK， 刚刚碰上。哦。我这才厉害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刚才开车往这个地方走。然后沿途还买了个帽子，然后我们现在到了一个餐厅，听说这里的菜德不讲，然后今天美食家这个体育冠师来了。哎，这是肉抹茄子是吧？肉抹海参。肉抹海参是吧？哎，海参都是活的哈。哦，谢谢啊。吃这个肉抹海参，听说德不讲。今天这个美食家来品鉴师来品鉴品鉴这个肉抹茄子，到底有没有传说中这么厉害的？妈，这个海参很脆，哎呦，你戴好戴好牙，它不是那种就是一咬就特别软，
一咬就对坏的那种海参，但是脆离谱哈、啊！我这怎么做的？哇，茄子什么茄子？海参甚至有点脆，好吃。还能吗？这个肉末就很像那种山东人在家里边自己在家里边打的那种卤子，就打卤面，有时候就会做那种卤子。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，得打一个6.7分吧，这不6.7分低了，确实还挺好吃的。7.5分，肉末茄子7.5分啊，不是什么肉末茄子，呸，它没有让我感觉到 unbelievable， 就是那种 oh my god 的感觉，就所以说7.5分就已经算是非常给面子了。倒一杯这个82年的快乐水，清清口，准备迎接下一道菜。第二道菜，辣炒大肠。众所周知哈，这个大肠是猪比较关键的一个部位，就是山东人久远大肠也特别的好吃。山东人热爱吃大肠哈，感觉，哎呀，非常想尝一点。这叫辣炒大肠，我必须得给他8.0的高分，好吃。他们这个店这个得过奖，这个7.5分，这个没得奖，8分哈。这厨师可能觉得自己得奖没有飘。切的好，谢谢。这个也是推荐的，我尝这个茄子。我个人特别喜欢吃茄子，尤其是家里边我奶奶炖那种特别烂的茄子，很好吃。专业的美食家在换下一道菜的时候，都会喝一杯82年的快乐水。清除上一道菜的味道哈，尝一下，没怎么尝出味儿来。啊，好事儿啊！这好烫啊！它这个茄子呢，它不是那种偏甜的，因为很多人喜欢放那个甜面酱，它会偏甜，但它没有放。啊，烫啊！哇，好烫！哇，这个咋说说白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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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那两个要是4个人嘛还可以，两个人点的有点多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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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能吃吃糊哈。这个茄子我给他一个7分吧，7分，就很正常的家里边，妈妈都会做出来的，烧茄子。我们现在尝一下这个。这个虾很厉害啊！这个虾好像是他们，就一个是这个海参，一个是虾，这个都是得过奖的。尝一下，尝一下，我对这个菜很有期待。他们那个店家现在一直在疯狂给我安利，说好像就不吃，就好像没来过青岛一样。这个商家在我点菜的时候把这个菜夸得天花乱坠哈、啊，他在外面那个牌匾还扔了一个小牌子，夸这个菜是得过奖。我的商家，主要是因为虾贵不可能。哦，对，你们尝一下这个虾，虾没这么好吃咳咳。这个虾真的是有点贵得过分。哇，你这虾好好吃啊！无聊商家，哇，这个虾真的很好吃，不愧是青岛哈、啊，海边的虾就是好吃。但是这个虾嚼起来有点甜甜的，就是不是那种，就可能内陆的那种虾，就是那种海里的味道，就不只是那种味道，就是它有点甜，它这个虾。所以说这个菜厉害，这个菜确实厉害，就是这个白菜有点拉垮，就拉垮白菜，我就如果是光白菜的话，我就给2分，但加上这个虾就给。8.5分，这虾确实，虾很好吃。然后就是这个土豆丝，刚上的土豆丝，尝一下，很家常。但是如果说真的好的餐厅的话，土豆丝都做的无与伦比。尝一下这个土豆丝没？
四分了，就很正常，普鲁斯，六分吧，及格。啊，我们就先吃起来，等下一道菜。重磅来了，听听这边，炒花蟹，据说是他们店里的一个招牌菜，但是这个没得过奖。三二一，先尝一个黄。哇，吃啊！哇，这个蟹好吃啊，很新鲜，这个蟹真的很新鲜，就是一下子 就知道肯定是那种就是新鲜的螃蟹。哇，绝！哇，看这个，非常的饱满，这个黄也多，肉也非常多，尝一下，尝一下，尝一下。哇哦，哇，好好吃啊这个！哇塞，我要投资一下这个店，天天吃，把自己吃穷。哇！看这个黄，我为我刚说这个人是无良商家感到抱歉，太有良心了，真的是。哇塞！嗯，好吃。螃蟹，我觉得要给满分十分的话，要给九分。接下来，品尝那个鱼，他们说是很家常的那个鱼。看这块肉，这个鱼做的很像我妈妈做的味道，这鱼就是乱刺有点多，这吃鱼一定要小心啊，真的。嗯，这个鱼呢，我们就给七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来最后一个菜，西红柿鸡蛋汤。我的最爱，小时候天天喝。按理说应该饭前喝，因为我们家有个老话叫饭前，哎，老话咋说的？老话咋说的呢？反正意思就是说，饭前喝点热的汤养胃，然后老了以后医生都会远离你，这个意思。哎，没喝呢，没喝啊，正式喝了啊。好酸啊，这个汤做的，这汤一般，汤真的一般，这汤五分吧，也就五分。今天这个测评哈，美食测评到此结束。One hour later， 我们这已经吃完饭了，有很多没有吃剩下的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打包回去，如果晚上饿的话，就可以一块吃掉。今天旅程就这么结束啦，有小 bug， 总体还是很不错的，一不小心。开马路牙子上了，蹭了点漆，就是都是在磕磕碰碰中成长的，没有关系，有一点小 bug 也没关系，但真的确实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就真的就是擦到了马路牙子上，因为那个马路牙子很奇怪，它是倒的，它是倒下来的，完全看不见，蹭了一点漆，哎，没关系，老司机就是这么养成的，就这么练成。